我决定，必宠，不求运势红柚子，但求寿命粗又长。当宠妃怎么着都是个死，我可不要活得随意，死得随机。就他了。我的天哪，死期来的也太突然了。不是有点热啊？你觉得呢？我不会扔了。大胆！没有没有，我死得很惨的。我只是想避宠啊，离皇上越远，我就活得越久啊。你认为这种雕虫小技可以逃过朕的慧眼吗？霸道帝王不发威，你当他是暖男啊？你再这样欢快地坐下去，冷宫将是你永远的家。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。如果朕要挑战呢？那臣妾就换个底线呗。你那么讨厌我，我们整天在一起不折寿吗？折也是折你的寿。如果让你重新选一遍的话，你会选择争宠还是避宠呢？嗯，当然避宠了。这还能重选一次啊？重选100次也是这答案呢。不好意思，接下来是收费的内容，要听请付费哦。这世界很酷。